这就是那个台中歌剧院的空中花园，好酷哦！你看，这是什么？就这样而已。欸，今天有月圆啦，对啦。对，今天中秋节。对啦。月圆是什么？月亮圆圆。月亮圆圆的。有没有圆？哇，看到月亮了啦！哇，所以住这边就是有 view， 它可以看到那个。嗯。啊。对啊。view 广阔。这是薰衣草。赏月了啦！这里又没有小朋友，这里离百货是很远哎。他这边就。好啊。哦，他那个，他那个红烧牛肉。啊，再进去一下。啊，他其实这。我想要再去一个不一样堂。啊。再去下面，然后我们两个一起跑。不用。应该是勾这样。对。好了。你要看的，我给你画出来给你看。哦。这样就没了嘞。它其实有一些空间是被歌剧院占走了。这个是圆圆的地方。
他说叫你从箭头从这里过去。它是平衡的，重点是它要平衡。为什么全部看到圆圆的地方就想要？这边我不是我们刚才走过？对啊，我们走另外一边，走另外一边，斜坡，斜坡。因为学我啊，学你玩啊。